比你小十四十体啦。安尼会啥未？讲一摆互伊听，看你英文。我补习班哦，英文补习班交我一个钱呀。你嘛讲一句啊，较无。因老师嘛袂晓念吗？因老师嘛袂晓念吗？哎，比白白。啊，无你嘛拉一句这個，我安慰你。来，赶紧的啊！哦，哎、欸，过一下班存无几包哦。哦，你要无回啊？紧的，你紧来哦。紧的啊，可以看一下吗？哎、欸，看什么？阿川哥来啊！看这个、哦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茶砖哥，哎、欸，是啦，不是啦，你那我可以坐客人车来，拜托。这茶砖少，对吧？这个是虾子啊，你要看什么？大菜你品味啊。第，哎、欸，那个早上有卖吗？早上有卖吗？我在粉丝团问的啦，早上有卖吗？早上，今天早上哦，不是有人跟你问，那个星期四下午、星期五下午、星期六下午、星期天早上、星期日下午，有啊，早上有卖吗？没有卖哦，早上卖春卷，我都知，因为还没过年，不然就卖春。蟹肉棒多少？哎、欸，蟹肉棒十五只，200块。蟹肉棒十五是200块，赶快来啊！哎，你是说这一种的话是？哦，那两贵拢两啊。适合是这个是适合300。鸡蛋。对，这个是适合300。然后。啊，我爸别讲哦。3盒200哦。3盒200。哦，3盒200。啊，你这兄弟要死，我都记4盒300，把人卖啊。我们以前就这样了哦。那就3盒200，哇塞。来，那素心等我来买吃不？好，那个、哦、这个是哦，这个是15只，老爸掌柜素心等多，15只200。来，一包350克，3包1公斤，卖二啊五，卖200了。你要红色这个？四神汤。你要这个？两个都红色的啊。加好加。两个都红色的、啊。加了就好了，3包拢给你二啊五，200块。来，赶快哈，今天回馈给你们哈，连续假期到五哈。一三包一啊，我卖你200，来100块，100块，来包回来，包起来，来包回来，哦来，阿妹呀，拍摄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哦，阿哥要吃哪位来？我伊是要几对啊？伊是要包对，要对啊？来，来高铁遐有高铁，他带一只高铁，哦哦哦，上高铁呀，白色的，哦，佫一只来啊，你遐坐一只上面，你可以坐两台回去，哦，高铁。泡菜还有多少？啊、还有、哦、还有泡菜吗？今天有，今天有哈、哦，来赶快来啊！泡菜你想要多少？不是还有多少？陈汉门诶啦，是你想要多少？不是还有多少？陈汉呐，陈汉叶，你派，哎呀你派哦，哎呀你派，意思讲你无中 K 哦，你就知。陈汉怎么样？陈汉已经比停车场啊，靠遐我都唔敢落来。你本来讲，中度还好，然后突然变得寒。你要多少？不是还问我？你看看我判，看到无？看到无？咦、啊，我最近个怎么拢在洗泡菜啦？以前无来遮些卫视的啦。在给他洗咸鱼。啊，我泡菜洗了洗咸鱼。太阳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3盒200，你那个要3盒200，啊你要栽培运费250，你要那个3盒200，啊你要运费哦，你要栽培哦。哎，运费250，谢谢。哎呀，啊3盒200，运费250，你这样可以哦。原来。这个一份350。对啊，他全年有在买啊，有在卖啊。你要买没有关系哦，我看不到你个杂志线，放心。300块很漂亮，那、啊、现在鱿鱼超贵的，我教你，不是500啊，来300就好了。喜欢再买。看还有啥？我跟你讲啊，我等一下传给你，你那个我帮你，你搜寻一下哈。鲑鱼虾帮忙，厉害了，来后面那一箱。来来300块，不啊？够不够？不够我也没有，因为缺过了。
都给你了，不用500了，300块，没有了就可以说下巴剩下3包的润唇。来，白带也给我。来，你搜寻新大港王中煌哦。被抓啊，被抓你搜寻一下新大港王中煌。搜寻一下新大港王中煌加社团。这样比较快，这样你比较了解怎么宅配哦。你加搜寻一下新大港王中煌加社团。来300块，来300块，谁要白带鱼的？小姐，你再加100好不好？通通来拿了，没有了，都给你了。这样就结束白带这悲惨人生。好来，哦阿托托，别进来，搞疯啊！阿托托嘿。帅哥在上。帅哥。来虾子。来虾子来。来，这是蓝钻虾，每口8、7把来3把，好，谁要蓝钻虾的，一人一份，300块来。明天屏东没有卖，明天里港没有卖哦。8、7把、3把，没人给买几盘好不好？就来搞价来。明天里港没卖哦。200块来，我现在开始卖了，不卖300了。来，4个客人吃就好了，都给你们，东这北也没得。来，蓝钻虾200块来，真的好吃，但是这个没有常常有哈，不等于摆动五元啊。来，2把。一半就无一千升老贵啊！这啊千百块的物件，就恁四个人给800块呢。来，最后两位，嗨，蓝钻虾够人要吃无？来，4个客人吃包二，赶快。来，阿哥要吃啥的？你讲，没关系，随便点。哪一个？热狗。热狗嘛，全部几包来，一包不免2包。没关系，一包嘛。现场20000元泡菜，你要20000元泡菜的，你要20000元泡菜的话，那可以明天给，明天搬过来，真的。来热狗1包，你要20000元泡菜，明天可以，明天可以拿过来。来热狗1包，但是你要确定要哦、喔，你要确定要哦、喔。来大热狗，来阿哥，我们讲香味，进来。不要吗？那个海参汤包行，上几行啊？哦，这些人可以解了。这小姐哦、喔，都会搞点菜的，来，这个要买哦、喔，一定要买哦、喔，哈、喔，这个是回馈的哦、喔，海参猪肉汤包。海参哦，不是我北抓啊，真正是海参哦，这是餐厅那样哦，1颗25块，4颗100块，这一盒12颗，这人今天摆配料水，他怎么想在行货呢？因为伊知影讲这今天摆不完就无啦。这2盒24颗，要卖你多少？卖你600块，免600，免500，开300，我哩要买这2个啊，超好，这个整个脆脆的，来钱拿出来，快点回馈给你们，这小姐嘛，她到了来了。2盒哦，但是重点7月17之前吃完 ，OK 没问题，再买100块就100块了，够超贵了。100块海参汤包，这是猪肉海参汤包。嘿，你以为2盒100哦？我再送你一盒，端午节快乐，100块的。30来，我拎吹，我拎加，来海参猪肉汤包对了哦，100块，100块。好，今天是加班的，所以客人不知道在干嘛。嘿，我来摆来摆。100块安尼就起笑啊！啥体啊？五毛二啊！来，还要食乌龙城是吧？国龙啊！乌龙城买1000块得，买啦！我较少啦，乌龙城虽然你要刷来，唔免买较济，来500块得。黑尾鱼应该快结束。来，三个客人吃掉了，要求6月22号。来，500块得。中港好像现在黑尾鱼每天抓的数量。已经在100只以下了，100只以下。来，500块少一个人给买无？黑尾鱼500块。你是设定嘛？甲我算价哦。嗯。来500块得，来啦！你三个人加买买了，这重量已经超过了，这500买袂掉。来，你三个买买来，500块来，都给你们了。煎黑尾鱼不要煎得太熟，真的很好吃哦。8分熟、9分熟这样吃就好了。500块，有人要吃我旺城的，什么人要吃旺城？500块啊，大家拢摇头哦，来。卡定啊，有安尼卖无啊？无安尼卖，我唔知啊。先优待两个人客，来500块，两个人客买好，500块来，通通有咯。黑尾鱼，好，谢谢你们，太离谱了，真。来，我旺城够人要煎门，500块有啊、哦。好，谢谢，没关系，有人买就好了。来，500块。阿哥，都无人要饮酒，来，到底是谁喜欢吃我旺城？来，给我欣赏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两个人给买，没问题。来，500块。哇，这真的有点多。对了吗？黑尾鱼，好，要收一半，没两个人给，阿哥可乐啊。来，谢谢。看你卖不啦？这500块真正买得到。因为大家拢叫阿仔，骗阿仔。你讲啥？阿仔安怎？最阿济人给500块，我可能再坐地哦你。
五百块都买到了吗？好，来，其他的都给他排上来了。来，阿哥们讲，黑啊黑啊，保护了。来，给你。来，一尾蓝钻虾，蓝钻虾，刚才谁买的？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们两位。来，还有什么？赶快讲，赶快讲，东西很多。你哪爱讲，你要搞过来，要不算你有一款，那托特嘛。哎，来，要不讲龟。Hello， 中能 ，Hello， 哎，中能，你不是从基隆飘过来吗？就要两百了，你怎么还没飘到？来三片，你三月就从基隆开始飘飘飘，飘到现在飘到六月，你还没飘到。我来卖珍贵吧，这三块我包不包下去吧？来，我今天过来，我今天过这里来。民风，你明天要过来哦 ，OK。五百块，民风，你明天要过来 ，OK。你先尝望去吧。你们今天已经第一天已经跑去我，你们今天第一天已经跑去我，没啥让啥过来，能办货啊？会劝你好，会劝你好。来，不是一包哦，两包给你五根长旺，来能办货，个人没有长旺嘛？这个加热，你如果哈嫌味道太重，你加一点水，滚一滚。哎，你也当先。这个是虾子。来喝，阿哥别爱上来电，我准备了呀。来阿伯，哎，我蛮特别上来小姐，你听听我名嘛。素心汤有人要吃无？心就心，四神汤。来，蓝钻虾吗？蓝钻小胖，三百块而已。来来来。哎，这个廉价，新打港下午都有。没有。小胖，你要来新打港吗？我买着蓝钻虾，搁一块。哎，新打港。来过的人。新打港这四天都有。蓝钻虾哦。新打港这四天都有。都有。连续四天。老爷你好。专包四个人给寄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小胖，你要下来吗？蓝钻虾卖两百块，今日一半卖无一千算五百块啦。今日来两百块。哎，你应该不是那个小胖。只有一位。你应该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胖。最后一位了，今日四个人。你应该是另外一个小胖。还没结婚，两位。你应该是另外一个小胖，因为台中有另外一个小胖。两百块蓝钻虾，两百。你应该不是台中那个小胖。已经买葱啊，麦甲人家遐手啊咧忙来忙去。红衣你好。要八百。要四分啦，要四分啦。对啊。台南赚虾两百多了啦。哦，你是台南的。就是六个，啊，一个要一几半。台中还有一个小胖啦，台中还有一个小胖。啊，两个一分的啊，六个就对了。哇，你开盘改弄弄做一包得啦，好唔好？好吼，你一盘改弄做一包得啦。来，阿妹食素心汤咩啦？这个也要买。新产品。今天还没有，还。今天去人家要来取货呢，来一包三百块，那个这足顺哦，它的汤头很顺，它没有给你添加任何东西哦，足好吃的素心汤，三包超过一公斤啊，两百块啊，十八厘啊，我卖你两百，素心汤，吃饱才买素心汤多好，啊这几路小肠足好吃啊，来这样三包，来两百块来，这主厨做的，你主厨呢？来两包，两包，两包，咱要吃素心汤无？这三包装我哩两包，素心汤，两包八百好不好？回馈，大家送去，三个人见面都，真的啦，这个加热就很好吃了。一个人拿一二三三包，拿一百块来，一百块不用买了，买了超级好吃的素心汤，一百块啦！这起笑来，我白白哦，更加笑诶，这一包就要六啊五啊。来，今天怎么来高雄？建东你好，假发假配素心。今天怎么来高雄？大部分是我弟弟。一百块。哎呀哎，这个真的是总共四天嘛，总共四天，来一百。总共四天，然后我负责礼拜四、礼拜五。我这个连假负责礼拜四、礼拜五。我弟负责礼拜六、礼拜天。武松帅你好，武松帅你好。有啊啦吼，来小姐要来。我要三包一包，你看好一看。来一包红龙花呗，有啊吼，我收来啊嘿。好，后面那个客人有福气了。来，王成，王成，王成，大花水花，你看啊。来，要吃科花鱿鱼，买三百来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，四人三，四个人给买，多少人都给你。科花鱿鱼来，两百块来，一斤，下百块卖你一百呢，足俗足好吃。来，科花鱿鱼两百块来，来阿姐也买科花鱿鱼，来两百块来，今咱拢给你啦，四人三，四个人给买，多少人，吃好爽快啦。哦，都系水滚甲烫烫的，阿阮叫醋瓦沙米，阿阮家无叫醋瓦沙米，人家。多好，我今仔我啥咪叫错，我送你得。嗯，那正好。你别过一杯啊！哎，管管你装的啦，叫我出来选你张啊，讲我人正好，甲你讲的啦。管，但是我收少年啦，我今仔未三十岁，我选你张会好下钱。啊，少老的。个，
对啊，搁五年三十岁。我未三十岁，你是咧笑啥？我未当见。好久没听到阿布森。来，买三百来，来200块进，全部四个客人来。礼拜天不是才听到吗？来200块，够了没？没了吧？礼拜天不是才听到？空头买到了哈，好，那等一下再卖喽。我要收一堆200块，你还很久没听到？二来，很多人都说我很吵哎、我每天都被骂哎。叫我闭嘴！叫我闭嘴的一大堆。我往城卖买一千，卖开800-500块，三个人加买，一半拢给恁啊！你一包一包馒头啊，无？一包一包馒头啊！哎，来来来来，来小姐，一包小姐，来蓝钻虾多上麦，蓝钻虾。我往城来，来，加加加，来乖了，开始开始，感谢你。来，要吃我往城500块来，快讲来。漂亮，一包我往城我平平准准爽，三个人加买。外国行买三个人去啊！你来进来吼，加班的啦，互你吃爽快啊！无，今仔一三顿四啊五样，来免500，免400，来500块来，500块来，我往存500块，有人要借我往存无？来，这阵过后你我大买买啊，我等来500块，唔够我继续杀。来，你两个搞买买咯，了了的啦，我白买买，只飞机你敢知啊？只500买对啊？黑尾鱼呢？天啊，我今台两个人去送去。好，来谢谢，好，阿哥要吃哪位啦？嘿，大哥好，我刚跟你讲，我不要来哦。来，不会去。你我到时候贴社团那里看。我贴社团那里看。我每天收到的工期有到底有多少？改天我贴给你看，贴给你们看。来，帅你涛哥来，阿涛哥有咩兵无？来，来来来来。可以。来，我为着阿虎安全。我这个在爬。我你敢落去？敢落去？安尼就够凉多。你们今天就是休假，连假第一天，才会全部跑上来。来100块，来铁板面来哦，这黑胡椒铁板面做汤哦，哦，那一包黑胡椒酱真的很香，啊，我们的铁板面又好吃又喝得好，这样一包，没过八，没七八，这样没一包200，来100块来，那物件拢我你烧，铁板面100块，要几包赶快，大概要一包，来，这来对我对面我对酒，哇，多吃，100块两100块，一人一包，来喝，谢谢，啊，这来多吃啊。来，帅头哥300块，哇！明仔帅头哥吃包吃大块，来300块，招一个人去吃无？招啊！你要吃啥？你甲我讲得个。来300块，来帅头哥，有人要吃无？即盘你捧去。杜小雅，你好。300块，其他我卖卖，来200块，我卖卖啦，唔免300啦，200块好啦，加班的吼，唔免招正经的。200块，有人要吃鳕鱼汤啊无？我喊啊一箱呢，我袂停，我啊感谢恁来。来，计划稍微放来。你来你无介钱，别完全都算。来要吃，唔免开500、400、200块来，200块来，地方先放。这个解冻就可以吃的，非常好吃。真的，这龟巴他们家多好，来四斤，来六斤，特别多人吃啊。来八斤，来十斤，一斤来卖三十，再卖你300，卖你200都。来11、12、13、14，来15斤哦，你来200块来，地方先放。你要一份，你要两份，赶快买。快点啊！卖完就没有了。来200块来，3斤、4斤、5斤、6斤、7斤。200块来，来，免200。还有连续假日。100块。礼拜六、礼拜日的下午。三个客人。还有连续假日的下午。来，以100块。来，最后两位蛤蟆，蛤蜊100块，我为了哈。来，谢谢。来，佛跳墙免500，新吧。这三包会有没有？来，佛跳墙免500，新吧，300块来。冷包拿400呀，来300了，来100块给你啦。有秀啊。哎、欸，这一包就2斤了，1.2公斤呢。这一包拢了，你看，这300块买无2包呢，一包佫送你，互恁吼端午佳节吃欢喜。300块来，佛跳墙，300块都给你3包哦，不是1包哦。来，300块佛跳墙，赶紧的，
哎，张杰，我连陈大哥没来呗？陈大哥，你的佛跳墙我还在哦，来300过来，来 ，OK， 你们。好，大姐，你要佛跳墙吗？来300块，各人要佛跳墙无？最好一个人去啊。拢准备了啊，陈大哥还没来，啊，唔通还没玩？大哥你也要？来，赶快。我说真的，2包300就买不到了，这一包在群里，对吧？就那个老的，来拿过来这边，不要推上面。来，阿古来。有空来啊，祝逍遥。跟长旺来。祝逍遥。祝逍遥，你住哪里？祝逍遥，你住哪里？无聊，不是无聊。来，要吃，要开300，200块，200块来。五根长旺加热就好了。啊，你如果哈味道不喜欢那么重，你加一点水就会更贵。200块。